笨蛋，我这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吗？你哭什么？你怎么一会儿叫我傻瓜，一会儿叫我笨蛋的？都什么时候了？你这人怎么还那么讨厌？别哭了，原来你还挺在意我的。嗯，我在意你。 娘，那怎么样才算是喜欢上一个人啊？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就知道了。你现在跟我说说嘛。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变成你最牵挂，也最惦记的那个人。你呢，就会整天想要见到他。 想要和他亲热，只要想到他，就会忍不住开心起来。想与他分享所有的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因为那个人的存在呢，一成不变的生活好像变得有趣多了。你会在意他任何一点小情绪，会享受他对你的好，并且呀。 想对他更好，会害怕失去他，因为喜欢上一个人啊，便再也无法习惯没有他的生活。原来，喜欢一个人是这样的感觉啊。行了，别哭了，我又没受伤。你要是伤心的话，我也会难过的。 你以后不准让小米一个人自己去做那么危险的事情了，你听到没有？不是你，你先松开。刚刚要是带着你的话，爆炸的时候我都顾不上那个陈老板了，我就只想着怎么救你了。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，你给我躲得远远的，不要再做拖油瓶了，听到没有？哎呀，疼！哦，好好，我知道了。